MCs for today's morning assembly. I am Osama from 2I. I'm Yoyo from 5C. Osama, 你知道今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吗? Oh, these days, people on TV shows are talking about 辛亥革命. What is it? 其实在100年前, 也就是1911年10月10号, 湖北新军打响了第一枪, 发动了辛亥革命, 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 争取民主。 Oh, 原来是这样。 争取民主! 争取民主! 争取人权! 争取人权！争取人权！争取普选！咦，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有人在游行示威， 还说要争取民主呢。 That's really meaningful. Let's join them. 争取民主！ 争取民主！ 请各位听我那几句说话。 在100年前的中国， 湖北新军城武昌防守之际，防守空虚之际，就地起义，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爆发。当年满清政府虽然急急宣布将日本秦桧占据，君主立宪过程，那是立即立宪，但是当时的清政府英媒还发信，最终一命呜呼，寿终正寝。但是不知在座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切满清都是可以避免到的呢？ 回顾满清鸦片战争之后所做的改革，不论洋务运动或者清末新政，本质都只是一种行政经济上的改革，而没有触及到当时满清积弱的核心问题——政治体系。在八国联军之役之后，满清碍于时势，宣告预备立宪，但是清末新政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权力的分配，可以说是一个伪改，一个假改革。当时各省自治区所拥有的权力，比我们现在区议会重要无缺。 他们没有财政的审批权，他们对政事无权决定，他们官府更加会咨询他们，而成立内阁，一个内阁入面竟然可以有成三分之一的国员都是满人。国会召开之期，都是普选立法会重要遥远。由此可见，清末新政这个假改革、假新政，而他人假新政，正正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而我更加相信，这就是辛亥革命对我们现代来讲的意义。 不改革就会叛乱，不能真真正正改革就会亡国。辛亥革命对现代来讲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话咗俾佢知道，任何欺骗人民、瞒骗人民嘅行为，最终都只会失败，任何试图拖延改革嘅借口，都只会令到人民更加失望、更加希望革命。辛亥革命之前，满清多次明知未开，秦桧占军做借口，直持拖慢立宪进程。 最终一次又一次嘅拖延，一次又一次嘅借口，令到军人、知识分子、基层嘅人民都投向革命，摒弃满清。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系热爱中华大地、热爱中国山村嘅国民，你哋绝对唔会希望中国国土上面再次出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嘅情况。正因如此，而家中国政府更加有必要回应民众对民主嘅诉求。 君不见，遍地开花如你花革命；君不见，网络上面对民主有如洪水般的诉求咩？其实我今日所讲嘅，都只系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令到大家一方面正视辛亥革命，另一方面等大家继续讨论辛亥革命对现代嚟讲嘅意义启示。最后，正因为大家都系中国嘅国民，我更加希望大家可以尽自己身为国民嘅责任，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将辛亥革命嘅意义传递开去。好。 各位，辛亥革命对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唔系在于佢点样推翻5000几年嘅帝制独裁，而系在于佢背后嘅精神，在于佢背后所提倡嘅理念——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同民生。喺辛亥革命成功嘅呢100年内，中国嘅发展路可谓荆棘满途，执政者为求清洗异己，带搞政治斗争，将呢度曾经被400万中国人所向往、被视为目标而共同奋斗嘅理念抛诸脑后。 但系就喺革命嘅100周年，辛亥革命嘅精神已经渐渐喺人民嘅脑海中重现，喺人民嘅怒火中昂然重生。三民主义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个美丽嘅社会，佢喺个少数民族可以真正咁融合，成为一个大嘅民族，人民享有创造自己未来嘅权力，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咁生活，喺一个有三餐温饱、不受压迫嘅大同社会。 系一个令人羡慕同向往嘅国度，但系睇下今日嘅中国喺经济上的确有骄人嘅成就，但就远离三民主义。
港民族，連菲律賓和越南這些小國都敢侵犯南海領土，我國政府竟然是卑躬屈膝、送錢獻名，民族尊嚴蕩然無存。港民權雖然中國擺脫了帝制獨裁，但就陷入另一種獨裁專制，人民的人權自由得不到保障，劉曉波、艾未未等維權人士又接二連三受到打壓，這裡有的不是民權，只是極權。港民生，雖然中國不是民不聊生，但是貪官污吏、貧富懸殊的問題很嚴重，人民的生活仍然是苦不堪言，看起來我們來一個大同的社會依然是越來越遠。但大家想想，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同一班革命同志排除萬難，最終成就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我們很應該重拾革命的精神，為我們的理想再一次踏上征途。我不是說要搞武裝革命，而是我們作為炎黃子孫，為自己、為百姓、為民族、為國家，我們都有責任站起來，用我們的力量去改變畸形的社會。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就在於要喚醒我們，對任何不公義和不公平都要奮起抗爭，才可以維護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建立公平的社會秩序，達至社會公平和和諧的目的。在座各位，三民主義尚未實現，國民仍需努力，我們一起為理想的社會、為理想的國度而共同奮鬥，爭取民主，爭取普選。哇，他的演说真精彩。那当然，你看这奖杯多漂亮。他们两位在辛亥革命的现代意义公开演讲比赛中同时得到了亚军呢。Congratulations to 5R Poon Wing Ying and 5C and 5C Pang Ming Hin, who both got second place in the speech competition, which was jointly held by Global Youth Ministers, Civic Party, New Youth,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on the 9th of October. The topic of the competition was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1911 revolution. They received a trophy and a $200 scholarship.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May I now invite our Deputy Principal, Ms. Wan, to present the prize to Ming Pang and Patrick Poon. Ms. Wan, please. Has been invited to give us a talk. 咦，是這個？林瑞麟嗎？ Of course not. 我們今天的嘉賓在文盲方面都幾高的。咁係佢啦。係唔係？我們今天的嘉賓在感情方面是沒有缺失的。等我開股啦，就是佢啦。嚇，四萬？佢就係人稱陳四萬嘅陳方安生啦，你睇下佢嘅笑容幾可愛。We have invited her to give us a talk this afternoon.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her? Sure. Let's watch a video.由布政司正式過渡成為政務司司長，迎接他的是一連串的挑戰。1998年7月，
耗資1550多億嘅赤鱲角機場喺開幕當日發生一連串混亂。前線要求陳芳安曾女士為佢不當嘅管理作風引咎辭職，為公務員嘅文化確立一個有勇氣承擔錯誤嘅典範，向公眾致歉。今日我僅在此再向大家致以毫無保留嘅歉意。新機場嘅危機最終並冇令陳芳安生落台，不過政務司司長呢個位，佢亦都坐得唔耐。回歸初期，政圈已經不時有消息傳出陳太同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不和，而董建華就用行動辟謠：我呢邀請了陳芳安女士呢繼續留任為政務司司長，一直到2002年的6月底。咁我承諾呢是會竭盡所能幫助行政長官去管理香港。不過陳太最終都要提早離任。2000年，陳芳安生被邀上京述职期间，被副总理钱其琛要求他要更好地支持行政长官施政。冇几耐，陈太就以私人理由请辞。我因为个人的理由咧，系决定在今年4月底正式退休。虽然外间有时有啲人系挑拨离间，但系董生同我的个人关系非常之好。就咁樣，陳芳安生超過38年嘅公務員生涯畫上咗句號。不過佢嘅政治生涯並冇因此而結束。退休之後嘅陳太仍然活躍於政壇。Thank you。唔使講啦，我而家係我特別話俾你聽啦，曾經同你哋講過啦。雖然佢出現制外，陳太嘅言論仍然好受傳媒重視，而佢亦都不時會出嚟論政，內容有時仲好惹火。他更加一而再地參與爭取普選的遊行。我今次是參加這個遊行，無私心，也都沒有其他的目的，純粹就是喚起市民對民主的訴求。他的高姿態一方面被批評為忽略民主，另一方面就燃起部分民主派人士的希望，認為他是最有力挑戰曾蔭權競逐第三屆行政長官的人。不過陳太一直沒有表態。直到去年9月，他正式宣布不参选，但是就同时宣布成立核心小组研究香港的政制改革。今年初，核心小组发表建议书，提议在2012年普选特首，2016年普选立法会。由前高官到民主斗士，无论得到的评价是什么，陳芳安生在香港回歸這10年裏面，都是一個不可以不提的名figures and som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Form 1 and Form 2 CSL students. 现在有请三位中二级的同学说一下他们今天下午的活动。知道呢，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也应该了解一下。啊，这是什么？会不会很闷呢？有知识竞答比赛，很刺激的。比赛？好啊，好啊。
那也要赢了比赛才有奖品呢。好，我们一起加油。This Friday afternoon, all CSL students will have a fun competition about the 1911 revolution. All CSL S1 students, please go to room 106, while all CSL students, please go to room 301. See you there.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April, James, and John. Here is the rundown of today's Friday afternoon. 中三到中六的同学将会在礼堂参与讲座，而中一、中二的同学并在教室欣赏历史人物演讲比赛的决赛。Perform one and form to CSL students. You will have the fun competition in room 106 and room 301. Hope you enjoy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ctivities this afternoon.This is the end of today's morning assembly. Now we'll pass the mic to the head prefects.